薄呀。我不是给你一把纸吗？中国晚会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走哪里了？老板，你想要这么就过去了？在这儿了，这快过不来了呢。啊，没事，我能过去。我给你看看他脑袋子。他真上去了，咱能。要没跟，要跟着他走就好了。小弟已经上去了，你看看。啊。对了。里面都是空的，那样的。是吧？小弟。是个老虎。等。雷是有车的呀。那前面后随便的世界，谁呢？这里。二长下来了。张云杰，外面。啊，没什么彩电，平时呢就拿。